顺在窑顶开了两个窟窿，得罪了窑神，整窑的陶器全废了。顺现在正要受鞭刑，马上就进猪笼了。快去扶我，扶我，我去看看。你的病还没好呢，师傅。哎呀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顺，我问你，大首领信任你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？大人，因为这样烧的陶会更好。这，大人，打还是不打？ 打！规矩就是规矩。诺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！快给我住手！住手！师傅，老姐姐，不管他的事。师傅，你小心点儿。立刻滚开！师傅，干什么你们？为什么打人呀？要不是我徒弟们告诉我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打一顺，谁敢打呀？ 老姐姐，这事本来应该你处置，可听说你病了，而且又是你的徒弟坏了规矩，我就没叫你。我告诉你，旭儿大人，于顺该打，但是有一个人更该打。谁？我。都听我说啊，窑是我叫他烧的，这窑也是我让他改的。 你说该不该打？打打我！按规矩办事，打呀！师傅，不行，是我犯的错。师傅，你别说了。哎，老姐姐，开什么玩笑？你身为窑厂姐监，连这点规矩都不懂。旭儿大人，哎，各位各位，你们都别说了啊！听我说，我跟你们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就是咱们全东夷啊，乃至全天下。 这最大的窑厂，这一炉窑烧出来的成品也就占四成，好的呢，也就占个一成，其他的都是次品，烧出来的粘接度不够，不结实。啊，后来于顺就发现问题了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烧窑啊，你掌握不好炉里的火候。 他一想，如果能随时监测到炉火的火候，这问题不就都解决了，是不？对呀，于顺他就背着我，在我们那个炉子的上面开了两个窟窿，放了两根小泥棍儿，到时候呢，随时看看这小泥棍儿，就知道里面的温度了。后来我知道这事儿以后，我就让他这么干了。 啊，到了大首领这儿也是这么干的，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，啊，他烧的陶器，你们都用了吧？哎，好还是不好呢？你们说说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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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把窑改坏了，我绝不同意。可于顺把窑改好了也不行吗？是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老姐姐。 可眼下窑是烧坏了，我看这问题不在改窑上，是在人上。我开始有人破坏。
你有证据吗？没有。老季金，这就不好办了。哎呀，旭儿大人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好办。于顺不是把窑烧坏了吗？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就再让顺烧一路窑。如果窑再炸了，那就是改窑的问题，是师傅我带徒弟无方。 不管陈和夏朱龙，全都由我来，行了吧？师傅，这不行啊！你不要说话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师傅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玉顺啊，你是一个有本事的好孩子，你要在我们东夷死了，那天底下的人都笑话我们东夷人呢。这一窑再烧坏了也没什么，有师傅我呢，你放心吧，天塌不下来。 就是塌下来，有师傅我顶着。大人，师傅，把我捆上，我给于顺担保，师傅不行啊，师傅，不行啊，师傅。还有我，大首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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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首领，起来！你们相信顺吗？相信！相信！大首领，如果于顺把这一窑烧好了，就说明有人破坏，是不是啊？对！嗯，好，大首领。 到时候事情清楚后，把这个人揪出来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！按规矩办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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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
烧制景咒的模子，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是我跟我师父一起想出来的。小子，我不抢你功，大首领，是他一个人弄的啊！你给大首领说说是怎么弄的。好，那我就说说。以前啊，我们烧制景咒。 和烧制一般的家用陶器的方法是一样的，这样烧制出来的景咒既不结实，而且大小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改进了一下，我用大树做了这样一个木芯，先把它放在里面，然后呢，又用木板做了一个木桶，罩在木芯的外面，待陶泥制好后，我们就把这缝隙填满，再用这根木棍使劲的捣一捣，一直把陶泥给捣结实了。等晾干以后啊，这泥胚就制作成了，然后。 我要把这个木桶提出来，再把这个木芯抽出来，剩下的就是改进后的泥胚。这样烧制的景咒，大小是一样的，而且结实。于顺，你这脑子怎么长的？竟然想出这么个好法子来！我说的对吧？我这个徒弟是好样的！好，明天一早我就要亲自祭拜妖神，烧制景咒。
谢谢妖神保佑，制作的锦咒能够成功，让民众喝上干净的井水。 这是我制作的锦咒，费时费力。这是愚顺用模子制作出来的锦咒，省时又省力，能尽快的让天下人都喝上干净的井水。九科，你不是说愚顺得罪了妖神，造不出好的锦咒吗？现在，你又如何解释？ 不要以为你做的事情能瞒过我的眼睛，来人，走，拿下！大首领，大首领饶命啊！大首领，我知道错了，大首领，拉出去，祭妖神，拉出去，慢点，大首领饶命啊！大首领，我是姚厂大长做，姚厂出了事儿，应该我负责，要处罚你就处罚我吧。哼，既然愚顺求情，饶你不死。 鞭刑四十，逐出东夷。诺，走。谢谢大首领，谢谢愚顺，谢谢。愚顺，你为天下人做了一件大好事，说，想要什么奖励？大首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我什么都不要。那可不行，如果你不要，天下人会耻笑我高遥。大首领。 愚顺，他想看看你的那个蛋壳杯。嗯，哼，是你想看我的蛋壳杯吧？嗯，我是想看。好，拿我的蛋壳杯。哎呀！ 于顺呀，来，快看看！这蛋壳杯做的可真是精美啊！嗯，师傅，真是神奇呀！真是神奇呀！我听说这一个杯子要100个前手，50匹马来换的，是吗？嗯，这太贵重了，要是碎了就麻烦了，还是还给大首领。 于顺，我想问你个问题：如果我让你制作蛋壳杯，或者是锦咒，你选哪一个？锦咒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蛋壳杯虽然非常贵重，它也只是大首领手里的玩意儿，而这锦咒虽然粗陋蠢笨，可它。 却维系着天下苍生的性命，所以，我选锦咒。哎呦！这太可惜了！愚顺，你果然是个人才，留下来为东夷人做事，我会尽力满足你。你想要什么，我都会给你。 大首领，你的好意我领了，可是我想走遍天下，去学更多的手艺，为天下的人去做更多的事。好吧，我知道，龙山留不住你。
将来如果遇到什么难事，尽管来找我高瑶，我一定会尽力的帮你。诺。 顺，好久不见！哎，顺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快去你家看看吧！啊，怎么了？有几个部落首领在你家打起来了？什么？哎，你的马！哎，不谈了，不谈了！吴辉，跟这种人没法谈下去。吴辉，吴辉，哎呀，你听我说，放不准，别拦他，让他走。哼，今天不是看你的面子，我早把他脑袋拧下来了。吴辉，你想统领归瑞？ 我不同意，你想统领，我还不同意呢。那也轮不到你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住手！住手！我这么同意当首领，住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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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给我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各位首领，想是再动手，就别怪我愚顺不客气了。顺，你就是愚顺。对。 我就是愚顺，各位首领，愚顺在这里给各位行礼了。顺，干爹，你可回来了。干爹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还不是为了归瑞这方土地，啊？他们年年争，年年斗啊！这不，为了几只野鹿，他们竟然又打起来了。你们能不能有点胸怀呀？哼哼。 人家都把屎拉到我们头上来了，我再不表示表示，他们还以为我们好欺负呢。那是怎么着？那十年前的约定，你们总该没忘吧？没忘，那是华夏帝君亲自帮我们调解的。当时有言在先，如果再有什么问题，由你亲自来解决。可是现在呢，到了现在，还是没有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来。曹公子，今天愚顺回来了。 我就先回部落，明天你拿不出个办法扶助，三天后开战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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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什么？让我来管理归瑞？对，带着归瑞周围的几个部落一起发展。大人，你这出的是什么主意呀？啊？为了归瑞的争夺，这人头都快打成狗头了。你让顺一个东夷人来管理，你是不是吃错草药了？啊？咱们先不说顺行不行，不了解的呀，还以为你在害顺呢。老一仙，你先别着急。我怎么会去害于顺呢？于顺传承了他娘的仁德之心，又学会了许多他娘没有的本事，加上他有一双做大事的手。这几年来，于顺已经把五行八作都学了一个遍，就连东夷的大首领都对于顺另眼看待，想把他留在身边。你说，东夷也好，华夏也罢，还有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？照你这么一说，哎，我还真觉得你说的有道理。如今的于顺啊，可已经是一个万里挑一的人了。可是我答应过娘，要让有余氏强盛起来，我就为信守着承诺，才走四方学本领的。于顺，我来问你，以有余氏部落现在的境况和条件，还有你父亲跟季好对你的所作所为，你觉得还能回到有余氏吗？我知道，眼下难，我还没理出个头绪来。归瑞是一块宝地啊，缺的就是一个有仁德之心、让大家都信服的人。更缺一个有见识的人。这两点你都具备，等归瑞强盛起来，你再回到有余氏去，
你父亲还能不信服吗？大人，你真觉得我能行吗？我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能和你相比的人了。干爹，那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西仲大人说的有道理啊，你就干吧，啊，干爹给你做担保。好，你们全相信我，我就好好的干。 有胆识啊！明天我就把他们召集过来。啊，好。娘，有你在天之灵保佑，还有干爹支持，归瑞这块宝地，于顺若干不好，此生誓不为人。我娘说过，归瑞是块宝地，大家世代靠他养活。 而每年的收获只有三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各部落在这里总为了获取一己私利，争斗内耗。我们归瑞这个地方有两样宝，一个是物产丰富，另外一个就是道路便利，介于华夏和东夷之间。可为什么我们的物产只收获三成，道路便利更是一点没派上用场？哎，于顺，这个物产丰富，我们能明白。 可是这个什么道路便利，我们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好，你问得好。我从东夷的龙山到华夏的唐都，去换一些货物，来回需要五六十天的时间。如果我们能在归瑞这个地方建立集市的话，那各地往来的商贾到这里交易，能省一半的路程和天数。大家算一算，这么一来能省去多少花费啊？说得好啊，说得好啊！没错。 你们住口！于顺，你接着说。过去我们各部落之间种地的只管种地，渔猎的只管渔猎，纺织的只管纺织，各顾各自的营生，各谋各自的活路。可是如果我们在归瑞开路建市，大家就可以在这里以货易货，互通有无。真到了那一天，我们的日子是不是就好过起来了？好，说得好啊！有道理啊！嗯。 你们大家也都说说，啊，顺着这个法子，行不行啊？行，好的，行，好的。于顺，我倒是想问问，咱们这么多首领，这么大的事，最后听谁的？听我的。各位首领，如果大家听我的，我保证，在三年之内，可以让归瑞宝地成为一座大都城。于顺，在座的可都是首领。 你别在我们面前说大话啊！各位首领，如果于顺食言，三年之内做不到的话，我甘愿把我自己肩上的脑袋割下来祭天神。如果三年之后，归瑞这块宝地能建成一座大都城，我空手来轻身走，什么都不要。那，你这是图些什么呀？我就是为了一个对我娘的承诺。 顺和他娘为了让族人吃上粮食，忍饥挨饿，宁肯吃野菜。他娘连命都搭上了，这样的人，你们还有什么不相信的？嗯，是，对，说的对。有西仲大人作证，我做个保人。如果于顺干不成， 把我的脑袋也砍下来！你们还有什么说的？没有。十天以后，我们在归瑞山顶祭太阳神。好。娘，有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要跟娘说。我想把归瑞 建造成都城。你看，那唐都来的路，止于有绅士；而东夷龙山来的路，到有余氏。这两大联盟之间根本就没有道路可走，来往的民众都要越岭而行。如果我们开条路，把两大联盟给连接起来，这条路一定会通过归瑞。那么，我们在归瑞建造都城，就不是一句空话。
娘，你就保佑我吧。我等舜这次可是发了毒誓，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来。愿你的在天之灵保佑孩子成功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帮着于舜。如果干不成，我和他一起献头祭神。不行，爹，就是不行。哼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动土修路要经过神洞，会惊动祖宗的神灵。再说我们东夷和华夏一直都互不往来，这条路要是修通了，他们派兵来打我们，那不是太方便了吗？啊，夏，领你妹妹玩去，别吓着她。去。爹，你先别生气，来来来，先坐下。爹，你听我说，这些年你一直守在自己的部落，对外面的事情不太了解。嗯，这华夏和东夷虽然有芥蒂，可是私底下两边的商贾早就有了往来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说什么也不行，你就是说破嘴也没用。你怎么一回来就给我找麻烦？滚。舜，有于氏部落能让你娘进神洞，就算对你们开恩了，你别不知足啊。二娘，你忘了，我娘她没有进神洞。滚。好，爹，那我先走了。你永远也别回来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好了好了好了啊！于顺呢？还是于顺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好了好了，回去吧。别看了别看了啊，没什么好看的，回自己地里干活去。顺呐，你爹那儿是说不通了，怎么办？干爹，如果明着说不通，咱就暗着办。暗着办？咱们的路从有身氏一直修过去，修到有余氏的地盘为止，咱们晚上干。等我爹发现咱们的路早就修通了，他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哎，顺，没想到你小子也有鬼心眼儿啊。啊，舜为了找到这条进便的路，不知花费了多少心思，跑了多少的路啊。辛苦了舜，只是这马上就要修到东夷的地盘了，这有余氏的瞽叟能答应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不过我想他会答应的。他那脑袋跟着榆木疙瘩似的，他万一要是不答应怎么办呢？从明天开始，这路啊咱们晚上修，等修到有余氏部落，咱们也就想出办法了。来干。好。怎么了？哎呀，瞽叟，咱们的神山上怎么出来一条火龙呢？什么？哎，不会是华夏的人吧？他们想干什么？哎，我知道啊，是舜，他带着人在修路呢。修路？华夏的人欺负到咱们家门口了。走走走走走。顺，哎，
人们拼命来了。爹，爹，我不是你爹，我打死你这个逆子！姑嫂，爹，爹，姑嫂，爹，哎呀，翅膀硬了，跟老子较劲是吧？爹，你听我说完，你再打死我也不迟。爹，你听他说吧。好，你说。爹，各位族人叔父伯父，我娘生前就常说，这天下人原本就是一家人。我们东夷和华夏喝着同一条河水长大，为什么还要分出个你和我？我们修通这一条从华夏有绅士到东夷有余氏的路，就是为打开两大联盟之间的通途。到那时，余顺保证三年之内我们部落的变化连我们自己都认不出来，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。你给我闭嘴，把这条路修通了，那华夏打我们不是更方便吗？啊，你不是把祸水给我们引来了吗？啊，就是啊，大家看看这路的上面就是咱们的神洞啊，这开山修路要是惊动了咱们祖上的神灵，谁吃罪得起呀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于顺，我们想过好日子，可是惊动了神灵。我娘活着时，为了部落能够生存下去，她吃了多少苦，受尽了多少委屈，而现在的一切，就是她所期盼的。有我娘在天之灵保佑，我们还怕什么？于顺说的对，没有于顺他娘，咱们都死好几回了。对呀，没错，多亏娘。对呀，是。爹，让我们把这条路修完吧，行吗？你先退一步吧，现在族人都向着顺呢。这可是你说的，神洞，啊，祖宗的神洞，在上面。各位华夏和东夷的父老们，大家作证，神山作证。好，那我们回去。可是要是把祸事给引来，我就拿你的头击神洞。嗯，走走吧，走了。于顺，修路需要帮忙吗？我们听你的。对对对，我们听你的，听你的，听你的。好，好，于顺，我没看错你，就连你的父亲都没有阻拦住你，还给你留下这么多的人。不过将来如果干不好，你干爹草木子只挨一刀，但是你可要挨两刀，华夏一刀，东夷一刀。反正啊，我只有一颗脑袋，这砍几刀都一样。现在道路也修通了，集市也建立起来了。干爹，我想让你帮我管理这些事情。我把骊山的土地、雷泽的河川、河滨的陶土好好的利用起来。咱们什么货物都没有，拿什么去跟人家换啊？顺啊，这次开市啊，那可是让大家开了眼了。你看，这许许多多的东西咱们都没见过。三苗商人带来的那些南方的药材，连你干爹都认不全啊！
这样还只是开个头，干爹，你等着，我会让归瑞这地方一年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就建都。嗯，你能成？哎，靠着脑袋，干爹，你看看有余氏部落的人来了没有？啊，他们来是来了，可是。 两手空空，也就是来看看热闹。我们部落实在是太穷了，得好好帮他们想想法子。过些天，我还要到东夷几个部落去，我一定要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。好。从前去趟唐都，大家最发愁的就是从有余氏到有绅士这段山路，这每年得死多少人？不是被野兽咬死，就是从山上摔下来。 到了华夏的地盘，好吗？还得偷偷摸摸的走。谁那么大主意啊？居然能在归瑞修路开市？嗨，我算是赶上头一回了。我家作坊的人呐，耳朵灵，听说开市就带了许多的粮食，去换回来好多头壮牛。下次开市，我的牛驼队可比你们快变得多了。你们知道这次开市什么东西最抢手吗？嗨。 我们哪知道啊，也没去过，咱们大首领制作的锦咒啊！嗯，啊，哈，真的，我让家里人送去了几个，当场为大家演示了一下，没想到被一抢而空啊！哼，是啊，谁能不喝水啊？谁又不想喝干净的水呀？哎，可这件事，到底是谁干的呢？请，来来来。 滚兄啊！啊，这次东夷的商旅之行，我走到有绅士准备翻山的时候，发现新修了一条直通东夷有余氏部落的路，十分的好走。而且啊，有绅士在归瑞那个地方联合了几个部落，建立了一个大的集市。我们要去东夷都城交换的东西，在那是应有尽有。如此一来，我们以后根本不必再去东夷都城，到归瑞。 只需要一半的路程。哎，是谁这么大胆，敢在华夏和东夷之间修路开市？听说是有绅士的草木子找了一个东夷人，在他的指挥下干的。东夷人？谁啊？不知道。听说才20出头。能在归瑞修路开市，哎，还真是个高人。这样就打开了东夷和华夏的通途，而归瑞这块宝地。 我已经定了好多年了，之所以没有下手的原因，就是归瑞附近那些部落为争夺这地方打得你死我活，让我没有下手的机会。哎，这不费事，宰了那个东夷的毛头小子就是了。咱们华夏的地方，谁让他东夷人来沾光？哎，能聚合归瑞那些麻烦的部落，可不是个简单之人。豌豆，嗯，你再去归瑞的时候。 把东夷那小子的情况打探清楚。诺，啊，归瑞开市的情况怎么样？啊，集市刚刚建立，还比较简陋，可是到了开市的日子，人海如潮，连牛驼都赶不过去。啊，还有，我听说归瑞附近的那几个部落已经结成了联盟，他们准备共用归瑞的物产资源，已经在山顶对着太阳神起了誓。 咱们发财的机会到了。咱们跟华夏之间，以前的关系一直很紧张，虽说最近有些松动，但想再进一步谈何容易啊！如今在归瑞开始修路这件事情，应该对我们双方关系的和缓，百利无一害。这是个不小的事情啊，还是大首领想得远呐。 可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我真想见见他。那唐瑶知不知道这件事情？知不知道这个人？如果这个人是唐瑶的人，那就表达了唐瑶对我们双方往来的一种态度。大首领，这么大的事，想必唐瑶不会不知道。这归瑞毕竟还是华夏的领地啊。 可唐瑶这么做，到底是善意的？
是另有企图。请，慢点。帝君，帝君，啊，曹木子，你来了。帝君恕罪，何罪之有啊？归瑞开始，曹木子事先未有禀告。啊，来来来，坐坐。曹木子，你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啊！曹木子不敢贪功，这件事首先是西仲大人举荐，大主意和具体操办都是虞舜。我只不过是敢在华夏的地盘上启用东夷人，并用归瑞连通华夏和东夷，这两件事都需要胆魄，了不起，了不起呀！帝君谬赞，主要是虞舜的所作所为征服了我们。帝君，这个虞舜，别看他很年轻，可他在东夷是个很有影响的人呢。这个孩子自小命苦，现终成大器。有意思。远古的部落隐隐篝火，照亮星辰下图腾的轮廓。夕阳天高歌，长影在我，燃情将天地涂抹。蜿蜒的阡陌，百家耕作，南边天下方士，泱泱大国。谁策马饮鹅，四海在我，披里肝胆开华夏传说。所以登峰乱几座，古色奏一曲山河，注定九州谁人能描摹。泛舟看向诸斑驳，闪电撒大爱之波，万川之约恩赐映山河。